嗨，好烦哦！让影片越玩起来，影片就越难出了，天哪！刚刚好像看到 ID。 8寸，哦，变饿了，好。因为很烦的是，我答案，夜猫，干，你怎么有空来看？之前都没出现，现在才出现。 然后本来是不想开的啦，可是想想干月底又快到了，然后想说，好像也好啦，还是开好了。反正总之就是，看到 YT 有首播的通知之后，我就差不多要开台了，那样子。 没有，昨天也没发现哦。昨天就想说奇怪，怎么好像少了，忘记按了什么东西，就真的是忘记按到首播。我想说奇怪，昨天点开来好像没什么奇怪的东西，结果5点一到点开，啊，什么阿哥？为什么可以自己调影片的那个鬼？啊靠，没按到首播啊，撩人哦。 不行啊，太累了，很多东西一个人要做，做不完啊。女狗被派啊！还是去做个安德的啊，不然这样修其实没有修很快。Hello， 遇到外国的朋友就好害怕哦。 白痴哦！啊，丢脸！哇，这下可真疼啊！我想说奇怪，我怎么按空白键飞不起来？不对，有问题。但发现的时候来不及了，伤害造成了。好安静啊，波哥。 啊！啊！你问什么问题？我看一下哦，来去翻译一下英文。你在做什么？哎，请问挖史莱姆怎么讲？ 在挖史莱姆农场。总是因为有2次啊，感谢啊！所以你真的是念马蹄吗？的18颗星星。萧雨，萧雨，你不是最近被不能看直播？哎、欸，对我都还没问过安红啊，我看一下哦。嗯，牛奶安安，夜猫安安，无名氏安安，陈若琪安安，凯欣安安，刘耀红安安，黄鱼炫安安。 马蹄安安，是谁 ？JRLING， 安安，拉拉李安安，云南安安 ，Iki 安安，还有谁？可恶，好痛！是小雨吗？昨天有一个啊，不是，首先是老吴，抱歉抱歉，认错人是老吴。 英文很难啊，英文很难。老吴是猪，我知道他是猪啊！我说头像啊。你是在趁机偷骂人啊？这样不行哦。记忆力真的越来越烂了呢，我就是太累了。再来修一下。崩溃作业，什么作业？15层，什么东西要露脸？你看是不是露脸？露脸就是很不自在啊！整天要我露脸，白痴，就你们白痴。石头会太多欸。没有啊，我就本来就跟你讲说那不是利奇吼，我就说没有了，没这回事了。哎，在哭我关台了哦。 再哭，我直接画面是黑的，然后自己做事情哦。那个外人果然好像走了，没办法啊，讲的话他也听不懂，他讲的话我也听不懂，能怎么办呢？势必要一个人走啊，我不可能走啊，一定是他走啊，对不对？能不能爬？不行。哦。嗯？哦，烟火要没了。哎，不是啊，我我要梯子干嘛？我会飞。原本是只用爬的，可是现在好像不用梯子了。要多低呀、啊？可是我如果没破坏基因的话，好像这样就够了哎、欸。嗯，哎呦！ 这一层没钻石哦，第一次挖到青金石哎、欸，哇！啊。 来补一下吧。那从第7层开始了，因为基岩是第5层开始就有了。好啦，可以开始做史莱姆的。 先补一补。 边是第6层啊，要第7层。嗯，那第7层要做一个平台，然后下面放个漏斗矿车。看一下哦，这边第7层，第5层铁轨哦，可以。那这样就，其实这样就好了哎、欸，我不用盖什么东西呀、啊，把一个铁巨人关在里面。然后下面放那个什么龙岩块，还是铁卷放这里。 想一下哦，因为真的没有盖过这一种的，我都是盖那种，等一下哦，那比较后面的铁巨人版本我都不会盖，不，史莱姆的啦。 还没有好好的研究一下哦，这边体育人，这要拆掉、哦，这影响生成，好，应该是这样子了。 哇！真心讨厌挖这个。 还是算在中心点啊，就这里，然后放个铁巨人，把它囚禁在这上面，然后这边放那什么，龙岩块，这个。你看看，你看看，这我怎么敢下去啊？然后起来马上摔下去。嗯，然后准备一下哦，铁砖、南瓜、南瓜。 嗯，哎、欸，奇怪，我身上怎么会带南瓜？剪刀、啊，奇怪。哈？为什么不会烧起来？啊，算了，不理他，弄我的。炸龙岩块，龙岩宝宝。 你是有多累啊？每次都看到睡着，你是比我还累你。嗯，龙眼球。漏斗矿车，这样接的话，我都没盖过哎、欸，我不知道怎么用哎、欸，试试看喽。然后怎么盖？好，这样子试试看。噔。 找中心点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好，这边中心点。再来是然后嘞。 然后要干嘛？我想一下哦，这边放这个，这样子，这样能吗？这样会招铁傀儡吗？哎、欸，靠，打掉了。哦，没有。哎，我今天也是睡了快12小时啊。 好，不行。嗯，那我记得这边再宽一个。哎，不对哦，这样会跑出去。这样。 到底在干嘛？等一下，这样也太宽了吧！嗯，哪里不对？它是需要平台吗？我忘了哎、欸，我真的完全忘记了。还是你知道这个？啊，白痴哦、喔，找到原因了啦。 找不到原因了，为什么？笑。很烫哦，不要掉下来哦，不准哦。你掉不下来哦，拜托不要掉下来哦。 Hello， 你是在跳啥小？请问，你是 Excuse me， 你是在跳啥小？这样啦，气死人！重放。最后虫嘞，哦，那上面要怎么补？等一下哦，这边要让这边下去的。不要！你快走快！啊，我没钓竿啊！过来，走过来，我求你，走过来！你下去，我跟你讲，我把你们都杀了，跟你讲。过来！哦，没拴绳呢，我怎么没带双绳？好久没拿着钓竿了哦，拴绳放哪儿？哎，我拴绳会放哪里啊？不就都放这里吗？早听话不就好了？跟你讲很好笑哦。想看吗？再看一次哦。这样吧。啊，你就在这里啦。哦，可以，会吸引，好，那就 OK 了。三格高的地方，我想一下哦，这边要放动力铁轨，这边动力铁轨，先放漏斗，接到这边来，对。 快一点，9×9。我在想要放动力铁轨好，还是要放？ 欸、不行哎、欸，还要再下去一格哎、欸，哇，嗯，啊 no， 这边没办法哎、欸，哇，失策，每次都忘了还要再下去一格，嗯，再补一格吧。 那这边我们要再往上叠一格，铁巨人还在往上挪一格哦。天哪、啊，会不会弄这个就弄到快死掉了、欸？呜！好，酸神。 不然其实快完工了呢，然后再挪一个，干嘛啦？哦，头好痛。哎，你好。金追锤安安，对，上去，对，再上去，默默靠在你的胸口守候的我，过来，过来，对，好。 这不就解决了吗？再要思考我们要怎么运过去哈。不对，我们要先架高这一格。不用啊，就这样就好了。是说，我意思是像这样子，给他们自己站上来，这样，然后下面通通放漏斗矿车。 好像可以哦。漏斗矿车要一大堆矿车加漏斗。带铁下去就好了，铁跟工作台。漏斗，漏斗，漏斗，有了。好，睡觉。我要先看看他们会不会爬上来，会的话就 OK 啦。那这样可以，那再就简单啦。放漏斗，放矿车。嗯，好像不用哎、欸，等一下哦、喔，等一下哦，嗯，这里这样子，哦，哎，怎么转？这样子 S 型，再绕过来。哦，这样。嗯， 87哦、啊，这充能的话不就不会吸了吗？等一下，再让我想一下下。好像不能这样放，因为红豆豆充能不会吸。那这样子好了。这样的话呢，还是我反过来啊？安妮。 啊，还要发射器，然后发射器、比较器、中继器。 比较器一个，中继器两个。 侦测器不用，发射器，弓箭，自箭师。 自箭师、红石、鹅卵石。李子炫安安，金锥锤我安过了吧？好，这样子，我们的快完成了。有没有？死掉了！啊，怎么是死在外面？哭啊！是要更大片吗？哭啊！ 才刚弄好又要重用。要这样是不是？要这样搞我是不是？嗯，那这样子就这样搞嘛。没有，本来可以把它引到旁边，比如说铁巨人在这边，然后他们就这边走过来，可是太远的那个好像看不太到。 不然不用盖这么麻烦啊！啊，等下再弄，现在弄发射器。嗯，少了没？魔鬼。好啊，那就这里吧。嗯，等下哦，那就这里，这里射出去。 然后这边是灵魂沙，这样子，灵魂沙。哎，我这边要转向哦。可能要这样哦。 比较器，中继器，然后这样子，看一下这边坐标，-985，-985，-962 ，OK。它叫锤，所以它的名字是拆开来念哦。哦，好的，锤。嗯，我看一下哦。嗯，还需要这个。我现在突然头好痛，我怎么会盖这种麻烦的东西呀？ 你们可以很简单的，我怎么要盖到复查？道桶水、灵魂沙，然后种，呀还要种海带、灵魂沙。好，多少？ -985。 985 962 985 962，这里。诶，嗯？完全错边呢，傻眼。 这里吗？985、962啊！啊，这里才对哦，白痴，每次看错字儿啊，简单啊，换个位置吧。 好烦哦，东西好满哦，等一下，清一清。丢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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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还有什么？好，没了。这里。好，那就沿过来。 应该没问题了吧？这个没错。那等一下哦，这里放沙子，哦，海带先堵起来。 啊！什么红石粉？这样红石粉不会对肉头有影响吗？不会啊，不是因为那个红石粉它没有接到肉斗上面去，就不会有影响啊。除非你的肉斗是哟，除非你的肉斗是那个。 嗯，这样子吧，这样 ，OK， 完美，那再就是这个了，怎么搞嘞？其实我不喜欢用那个漏斗矿车这样子跑啦，这样很吃资源。应该啦，没记错的话啦。 我也很久没摸啦、啊，我现在都在用以前的观念在玩哎、欸，所以才会这么费工。哎、欸，不是，再到后面一点。这样。 嘿， hey, 这样子，然后再去拿红石砖。太早下来了，嗯，这里。好，那再来就是石头摆这里。 这边是先怕他们死在外面这一层，先这样摆。那再来中间再放这个，不然刚刚那个掉在外面，我觉得好没收集到，有点浪费啊。反正这只是随便盖，因为这边其实还要再盖一个岩浆，要烧大史莱姆，不然大史莱姆烧太久了，啪啪太久了。 那再来就是这边可以，其实可以插火把。我怎么刚没看到？啊，怎么观众刚刚没有看？也没有看到吧？ 笑死！嗯，哈哈哈！啊，你有看到哦？哦，哎呦，看到不讲，插上面。 那这应该不会生以外的怪了。这里，好，好走喽。这可能就没有之前新大陆的那个效率了，因为新大陆之前是爱玩随便盖。 怎么说嘞？就是看到新东西，你就想去尝试去盖，然后一盖就盖很大块，结果发现新大陆那边根本不需要那么大块。OK， 来考大家哦，请问史莱姆要距离玩家多少格才会生成？来，随堂考测验。 要不要去 Google？、哦、不准 Google、哦。好，我们来上面做集中区吧。那等下下面就交给铁巨人那样子慢慢烧了。哎、欸，我还是想装一个插件呢、欸。晚点我再问看看隔壁群的有没有人会用，帮我用。 因为那插件就是你人在这边，但是你可以就是灵魂出窍，类似旁观者模式，但是就是不会影响怪。像我可以在这边，但是我的人可以在那边，所以我可以看到那边的怪生什么。所以那个这对铁巨人塔来说是个好东西。有没有？就像这样子死掉了，然后就从这边送来，嘣嘣嘣嘣。 你们可爱。啊，大致上就完成了。那我说，距离玩家多少格？不是铁巨人，不是史莱姆生成的那个啦，格数啦。你是不是误会了什么？ 我是说，史莱姆要距离玩家几格才会生成？太近不会，太远也不会。那好像是我记得是40格啦，所以希望我记得是对的啦。噔。 好了，我们弄得差不多了，开始要干嘛？我们放松一下好了。刚刚弄得太多烧脑的东西，头有点疼啊！又有了，你看有没有很可爱？来捡我！捡到了。其实这样就够啦，一个人生存一个，来说。 其实史莱姆方块用处不大，除非你是说人家说用鹰架还是什么用史莱姆方块。可是我觉得史莱姆方块来当鹰架很累，它打掉很快，可是你在那边边叠边补，那很软很黏呢。啊，先来盖玻璃。 哎，不对，盖玻璃先拆这个啊，不然明天我们来盖那个好了，安德塔。好了，啊，你好乖，你好棒哦，你最棒。 你看不见了。咻！比鹰架好吧？可以选择中途离开。没有哎、欸，我觉得鹰架还是比很多方块好用哎、欸。 但是团团不会用，好不好？来，先来盖玻璃。啊，其实这条也可以拆了，不然好丑。们知道我要干嘛了吧？来，爱猫的，请把眼睛闭上，一下子就好了。如果他能逃过这一剑，我就放饶过他。啊，看来他不幸运的遇到了我，还没掉线呢，去死！不去死，气死！ 是要染色啊？染成绿色吗？16乘16多少啊？16乘16。 请问16乘16是多少？我自己算，有延迟。16乘16，256。嗯，要256个仙人掌哦！我的天，不是256个仙人掌啊，绿色染料。160加96。 哎、欸，好像是这样算哎、欸，好，对你这样算好快哦、喔。哎、欸，为什么你是160加96啊？我可以问一下吗？因为很多都是那种就是跳脱常人的算法。16乘16，为什么？因为你是先16乘10嘛，然后再6636吗？不对啊，6再乘以16吗？ 616，哦，对呢，哦，哇，你这样算好快哦，你好棒哦，嗯，仙人掌，我来等仙人掌烧好吧。这边有多少银浆桶？还可以。烧玻璃。所以，那再来问一下哦，一个蓝色的要几个玻璃？你懂我讲什么吗？只是说。 一个染料可以染几个玻璃？8个嘛，对不对？那所以有这样再除以多少？除以8。到底延迟几秒？我不知道哎、欸。好，我喊1开始就打1哦。1。31。 31哦，延迟15秒，没事，延迟15秒，还在容忍范围内，容忍。16等于28，8，所以要几个？快点帮我算，我懒得算。我等下是想加骨粉啊，我想用浅色的玻璃，不然墨绿色玻璃好丑。 来256除以8嘛，但是骨粉又可以再除以8，所以更划算。啊，我打开小画家啦，白痴哦、喔。258除以8再除以8，啊，不是这样算吧？等一下，怪怪的。32吗？除以8是32，但是如果我再加那个嘞骨粉的话，不是加。 绿色羊毛，墨绿色羊毛等于是那个吗？会再乘以2，4个也太便宜了吧！我怎么觉得这样算好奇怪哦、来来，现在是数学题，拜托，请帮我解答，我真的很不会。我现在头脑整个大打结，就像这样子啊，因为，我先拿一个出来好了，你们应该懂我在要干嘛了吧？就是这样子的话是8个嘛，那所以说理论上就是8个燃料等于。 数学很烂，先退下了。你看啊，就很奇怪，你看哦，258除以8，哎，这为什么258？256啊，白痴哦，256除以8乘以32嘛。我是要浅绿，所以我等一下会再加这个白色染料，所以你看，再加白色染料之后，就变成浅绿色嘛。那浅绿色染料。 这样子合上去就更便宜了吗？所以再除以2才对，不是除以8吧？256除以8除以2，16，所以是这样算嘛？16个，所以这样就 OK 啦，够了哦，白痴哦，干嘛？ 16，哎，不对啊，为什么？还要再要16个浅绿色？可是，不对哦，那怎么会是这样的数字16？所以要32个浅绿色羊毛吗？哦，头真的是很痛，好久没有这样子用脑了。 就是开台在那边算数学，我也是一个奇才，你觉得吗？开台算数学，几个？52个，啊，其实效率就够了啊，不用再多盖几层，多盖几层只是浪费。所以有个讲法是真的是正确的，那个。 你 Y 坐标越低，怪生的越多，这个讲法。所以之后你看很多国外的影片，他们都会把那个生怪的东西盖在很低很低，除非就是懒得生怪压制才会盖在空中那一种啊。那种是直接就是，哎呦，差点。 可是盖这个又觉得好丑啊！啊，丑是因为我们不能及时看到下面的状况，像这样子啊，好像也还好哎。还是我们穿插啊，穿插会好看点吗？试试看。 啊，那做那么多绿色染料干嘛？这样会好看吗？我感觉要变成白色玻璃才对耶，不然好丑。 好像有点像俺妈，好像有点像俺妈家的瓷砖哎！天啊，是俺妈家的瓷砖吧？没关系，先盖，反正这个超吵，吵死了！不行，结果我花那么多时间在算数学，最后全部变成透明玻璃。请问我刚刚这20分钟在算什么数学？头好痛。 哦，会摔死耶！我是要弄发射器2选1，最后还是觉得不好，我还是自己改好了。一定有这种事情发生。用白色的嘛？等下，这边他们在叫我了。 叫我！又10颗了。骨粉，然后先这样子喝。啊，想起来了，那时候我不这样盖是因为这真的很像阿嬷的瓷砖。我以前好像有盖过类似的，最后拿掉了。你说这个配黄色哦？ 算了啦，给他去啦。至少 OpenFi 的那个啦，材质包还算好看啊。不然如果不是 OpenFi 的话，我靠，这个玻璃丑死了哦。哎，不对哦，我想到一件事情。 突袭会不会生在下面啊？对不对？哎，如果突袭生在下面，我铁军会被杀死哎、欸。 因为追哦，你是说上次你们帮我查的吗？那来哦，如果生的话，牛奶你要负责哦，你不能怪维基，因为维基告诉你，但是你告诉我的，有啊，我记得你有讲过，但是很多事情真的是不太好说哦。没关系，我们就是各种都市传说的生存。 以后这个生存系列改叫都市传说。然后国外啊，他们都很喜欢，就是把整个好像几个啊，好像就是你范围看得见的chunk全部移平，移到鸡眼去。就他们用那个什么东西。那个类似 bug 的东西，他们是用 TNT 加粘性活塞的一些 bug， 那就是你射出去的东西，射出去的 TNT 不会消耗掉。 然后就是用这种东西把，我要讲什么？哦，把那边移平，然后他们就是只用一格，那边狂生史莱姆，我看着就很舒服。举报危机。 那这样子，我要先做个电梯上去、欸。哎、欸，玻璃在哪一格？哎、欸，玻璃嘞？我在这里。我至少要做个水电梯之类的吧？还是做同一格，就这样直接上来跟下去啊？想想就很兴奋了。 等一下哦，一格水流，不是啊，这个喷上来之后，我要怎么收集呀、啊？让我想一下哦，我有个想法，我再想想看哦，有没有地板门啊？我没有做。 欸、自从地板门换了很多材质，我就很不爱做地板门了、欸。这样子，我记得这个会两个高吗？然后这里。 这样子，然后看一下哦，这样的话呢，这样，哦这样子，哎、欸、不对，哎、欸、给我个 buff 啊！还不够高。 这样子，好的。这样，那这样吧。 拿个漏斗，漏斗，哎，刚好剩两组哎，哦吼！这边的话呢，这样子，哦，这样子，哦，这样子，完美，不完美跳不起来。现在可以吧？不知道哎、欸，试试看。 我要从中间这边破坏，然后掉下去。如果不行，我就要这边。哦，有，哎、欸，好，这就是我的想法了。这就是我的想法，希望大家看得过瘾，看得开心，看得喜欢。那这才是最好啊！我应该这样，对，要留个门，然后就可以这样看了。咚。啊，上面要补起来，不然会飞上去。 也太高了吧！哎咻！为什么圆？我也看不懂哎。 不是我本身就看不懂了，更何况你们看不懂，天哪！地板门不在这里，我地板门放哪里？嗯，火板门。 以后只要心情不好的时候，就打开这个来看，有那么可怜啊？这样，自己拿这个来丢。咻！安。 这边可以放半线钩，然后放那个红石灯。嗯，没有哎、欸，是没吸到啊！哎、欸，我下去上不来了哎、欸，平台挖不够大。 卡在上面，我的天，有没有人会丢？好痛哦！哇，所以不能丢这里哦。哦，他是说我杀猫是不是？哎 ，sorry， 意思哎什么狗？他会吃兔子。他会攻击兔子，哎，我怎么解释啊？好烦哦！好，不杀，赶走就好。哎，好可怜哦！那这样子我要丢准呢。 还是丢这边比较轻松。你看，这时候就有猫拍得出来。 怎么可以杀猫咪？猫咪那么可爱，啊、可是怎么可以杀兔子？兔子那么可爱，我又刚好中了吧？如果真的中的话，我就随缘了，我说没办法了。不会吧？中了哦！哈哈哈哈！我真的很强耶！那我第一次怎么丢到的、啊？那么厉害？2格。 好啦，那就算啦，不行就不行吧，这样子，还我，还是我们就只能这样子玩。哎、欸，算了，自己骗自己。嗯。 好，我们记啊，不用记啊，我们这样就好了。看之后效率怎样吧。20分钟，好吧，我们去打突袭吧。不知道要干嘛。哦，你好。会不会就是因为我杀猫，所以观众少一大堆啊？这么多。还不够！天哪！我要把这边改一下、欸，这样一个一个赢好累哦、喔。 这样还已经这样子还说累有没有？好，好了，来去看看史莱姆那边会不会升吧。会升，我搞不好以后就不会来这边了。 贝蒂安安，蚊子安安，哦，要快5点了，嗯，去尿尿，而且拿不死图腾应该不会死吧？还是我拿2个啊？2个拿在手上，好，这样子应该不会死了吧？嗯，剩1个人，睡觉。我刚刚有听到村民受伤的声音吗？他是不是了一下？就哪天他死在里面？ 好啦，把它改一下好了。怕你跑出去。小哦，好像不是村民受伤哎，好像是外面那个受伤哎。啊，那不干我的事。 好好好，我去捞个水，看到空桶，心里痒痒的。 哎、欸，我看我还是删掉你好友好了啦，如何？不然你一直要屏蔽我什么，那干脆删掉我就好了，然后提供有限就好了。嗯，困了。 骷髅咔啦声，很小、哦。等下应该是睡着的状态吧？我说那个，等下关台后应该是会睡着。嗯。最近不知道为什么。 会睡上10个小时。靠腰！你们在画幅图哦，恶心，垃圾！你们太恶心了吧！繁星大大，我还没删啊，你要吗？我现在删啊，我现在可以删哦。看一下哦 ，B， 那我要删掉了哦。哎、欸，我建议你画的图啊，你的脸颊，我建议你还是。我觉得你要怎么讲，你上阴影的方式还不错，只是你的骨架跟你的一些还需要再加强，因为你的脸很像被东西磨过，你的脸太平了。嗯，因为还是要一点曲线呐、啊。嗯，怎么讲嘞？不然等一下另存图档。我等一下结束还是现在可以啊？那我现在示范给你看好了。 嗯，我的电脑。来，比如说啊，等我先关掉声音。好，这个哈，嗯，我靠，好久没用，但我突然忘记笔怎么画了，我再拿起笔起来。嗯，这里，来。 现在是公审时间，你画这张图对不对？就是你的这个脸颊，虽然是因为可能也是因为画在纸上啊，你这脸颊如果可以的话，你就这样子才对。这样会好一点。啊，你这边太尖了啦，这边太突出来了。 那再来，我看一下哦。好啦，这可是你的风格，就是你的眼睛太大了，因为其实这样子吧，这样子，如果脸型是这样子的话，然后你的脖子也太长了，因为如果你真的这样画的话，你看你的脖子哦，我看得过的动漫，脖子那么长，肩膀离脖子那么长，只有一个动漫，就是《宝石之国》。 但是如果这样子吧，应该如果这样子的话会好看一点啊。哎，好久没动笔了。有没有？ 这又是一个另类公审，有没有？对啊，你看哦。如果好，我先大概画一下，因为快5点了，我就大概画一下我的方法啦，就是，难看被我看，因为之前我想一下哦，我们兔窝有管理员叫艾琳嘛，她也很喜欢画图，所以她是从很早以前就一直被我可能就是教说哪边要怎样改、怎样画的啊，自己就是摸出一个方法。 啊，你的耳朵也很奇怪，你的耳朵应该要我看一下哦，可以的话是要这样子。如果你脸是朝这边的话，啊，你的这个里面这个东西应该要朝这里，这样子才对。你看，这是大概你看这脸还是有点削到、哦，所以可以的话，其实是要这样子。来，这是我的方法，然后这是你的图，你好像快睡着了，天。 反正太开了，天啊！好啦，反正如果你要我帮你加强什么的，你再给我看吧，我再教你怎么画。你有没有在看呐、啊？没有看的话，好，算。反正就是你的线条都太僵硬了啦，就是不要那么僵硬，就是滑润一点吧。这是目前唯一能帮你。你看我的线条就是都是滑的。啊，你的脖子太直了，脸也太直了，所以多一点线条吧，这是我目前能帮你的，就这样啦。看一下哦，怎么还没死光啊？我先把音效关掉了。 那等下我的人物怎么死掉啦？也不知道。现在有点不敢把我图放到 FB， 你是说被我公审吗？没有啊，就看你啊。如果你不想要，就不是啊。欸，我看了很多图，我只是想说这个人有没有救，就会去救他。如果发现这个人没有救的话，我就会懒得去帮他这样子。 啊靠！我没有，我的标题那些没有打好。其实这一集要戴耳机，我没有打。统一蛋糕屋典藏蜂蜜蛋糕。改一下哈，编辑影片。请戴上你们的耳机。我声音好大哦！储存。你看，多了这个。 下面重整，下面会多了一个18禁的图案。这边有没有18禁的图案？哎、欸，原本视窗是这样吗？不是哎、欸，我看一下啊、喔，哎、欸，怎么这样子？原本应该不是这样吧？哎、欸。 なんで？好啦，没差，你这个图案也没差。你看，开始就什么不用判刑，我觉得很刺激啊！我一醒来，看到团团在我床上看着我，哎呦，要死我！哎呦，他想看交配不是吗？我要微调一下，等一下、哦。他自己帮我鉴定一下是防护场。 鉴定，不用鉴定啊！你观众鉴定，观众来，观众鉴定上防护场能不能？不能，不行的，拜托可以。哪里太空，观众都尽量提出来。太小了，不够，太小了，4乘16，太小了。不要乱讲，根本就没看到。哦，什么16个？我以前看防护场都128格的。哇哦！对啊，不是几百乘几百的吗？ 我都看128乘128创客的呢！哇哦，你很厉害哦！哦，对，高斯牌要打掉，忘记打。有没有看到那个野外？你看那些树，那都是我种的。哇哦！进来之前就先种的，是不是？哇！好，观众说可以。耶！你们太宠杰克了，你们太仁慈了啦！真的，你们不要太宠他。他1乘1就是伐木场了，你不能这样宠他。哪有？我已经很。 很有良心，我盖4乘4，好不好？而且我还要1半要分给别人呢、欸。哎、欸，那将从真点改造成至少派气美观，那杰克也来盖啊。派气美观，你放个土放个花上去就好了啊。哦，好像又派气又美观。哦，对啊。在哪里？在地狱吗？哎，我在地狱。它竹子了，可是只有一根。 只有一根，好孤独，真不是竹林啊，烦死了！好孤单哦，太孤单了吧？他一柱擎天呢，哎呀，一柱擎天，哇哦，这种哦，对啊，我要把它打断了啊，我把它弄断，哇，他被弄断了，哦，你才不是竹子，因为我刚看到这个村庄有铁巨人哎，我来去看一下，有啊，都有铁巨人，对啊，来去看一下能不能。 铁巨人会伸手有花的，啊，一定要啊丢给阿花吗？还是他自己会伸手？阿花是谁？丢给阿花，可以是铁巨人的名字啊。丢给阿花。所以旁边要有村民哦。对啊，铁巨人可以坐船吗？可不行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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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行。你跟船的载重力是不是有什么不对？觉得什么都可以用船力。过来啦，这边没。史莱姆可以坐船啊。 哎，你有他比较喜欢你吧？他比较喜欢什么东西？乞丐需要书，早找到了。啊好，你就走。乞丐想读书了吗？乞丐对，乞丐想找工作了。知识就是力量。乞丐想看一下经验修补。怎么了？交配了？没有，有人说铁巨人可以用酸神酸，还真的可以哎。哦，可以啊。我一点。哦，人家酸了。 哎，村民都是傻子，是怎样才可以让他变村民？等下，旁边聊到等，你是说傻子还是无业游民？有无业游民才对，讲错了。哦，投胎吗？哦，也是啦，砍掉手链嘛，对不对？对。哦，对他没职业啦，我要给他想说都傻子，自己杀掉了。职业也不是傻子啊。旁边要放那个特殊的方块，让他有职业。有哪一些啊？啊，要科普一下。最简单的就是堆肥桶跟自建台。 还有，我快睡着了。有小村民的啊！有优势喽，有优势！哎，团团杀了他！杀了小村民！小村民！你们就互杀有没有？哎，铁巨人快过来！有个任务是阻止一个玩家的任务哦。哎，对，我刚才想到这个任务。哎，你们要不要谁过去一下？铁巨人他在这里，快点！进来！进来！ 你好用力！你不要睡觉了，小村民，给我起来！你给我起来啊！起来嗨！你给我起来嗨！睡起来哟！哎，对好，这个好没关系，我帮你把它挖开，你就进得去了。夹什么酱汁？酱汁蜘蛛，寿司夹死！活塞夹，活塞啊，推石头把它就是把对啊，把它困在个小角落夹就好了。对啊，你是没被塞过啊？对，你都埋过自己这样吗？ OK， 哇哦！铁巨人身体过于庞大，我很担心。担心什么？担心什么？你要讲你这个笑，你想讲什么？你是不是想开什么东西呀？因为那个什么呀，我怕他，因为我那个啊 ，My God！Oh my God！Oh my God！Oh my God！ 铁巨人走，你看到没有？那个小孩 Ken 啊，不用判刑，赶快走！不用判刑，判刑啊！不用判刑是什么？怪怪的哦，对啊，哪里怪怪的？哎，这我会剪出来哦，你要讲清楚一点哦，小心一点哦，跟叙述好一点哦，你要叙述好一点哦。哦哟，我扔花给他有用吗？他不是自己捡吗？快点给他，他自己会生出来啊！啊，快点！ 扔给他没有用啊！啊，这样有招了，要怎么拿给他花 ？OK， 你拿个命名牌。对，然后给他，然后把他名字取叫阿花。不行。阿花。把他取叫波波。哦。那我要把小孩叫做波波小时候。哎呦，哎呦喂啊！等下波波要讲话喽，要听我解释喽。那是波波啊。比起找个20岁，不如找2个10岁。哇哦。 那不然我要铁巨人叫我今年10岁，然后那个小孩叫巧了我也10岁，惨了我也10岁，惨了我也10岁，然后梁倩娥你还在给他野外放哦，我现在把他们俩关在同一个小房间里，所以是强制人家开房间，对吧？我强制他们俩关在同一个房间，哇，然后刚刚原本小村民在睡觉，我直接把他床打掉。对，哇，很坏哦。哇，这个了。不要走啦，求你了。其实不用那个、啊，不用把床打掉，你按一下右键它就弹起来了。因为你抢他，你抢他的床，你也是蛮坏的。我刚刚就是这样，所以我出生点才不一样了。原来对耶，那我也躺一下好了，起来哦。小屁孩大半夜的回家好吗？屁孩就是不回家的哈，怎么会回家嘞？ 我跟你说啦，这家的姑娘特别水灵灵，这是我鉴定过的，所以我们水灵灵，你怎么鉴定？跟我讲一下。水灵灵是什么？水灵灵是什么？长大以后就是会长得像风铃一样，眼睛水汪汪的。对对对，她眼睛很大哦，然后什么很大？我眼睛大，眼睛大。我的天，这个。 什么很大？什么很大？我听见你说很大。有啦，这样有说眼睛啦，眼睛还有说眼睛很大啊。哦，我没有听到，我说听到很大，很大，鉴定过了。这一次是小雨发动引擎的哦。对。这些女生长大之后很大，我觉得什么东西？哇！ 我看到铁巨人站在那个床上，然后床上躺着小村民啊！你想干嘛？你想干嘛？你想干嘛？不要啊！铁巨人！我的天！惨了！哦，哎呦，又是个美好的早上，是不是该给朵花呢？你好像那个业配的、哦，怎么回事？哇，今天又是个美丽的早晨了，你要不要来考虑一下这个产品呢、啊？哎、欸，他们啊都在干我啦！波波，你也攻杀回？波波怎么了？波波说五码1080P 用你也是好人。哇！你讲什么？哇哦，波波！哇哦，你还敢说你不是开剑的？你这骷髅人居然敢上市！骷髅，我们是。我以为你说你这哭哦，你哭哦，他哭哦，你过来哭。他们看我了啦，虽然我北林天仙，但是看了。有笑到了，真的很真诚哦。我的耳朵是不是？ 卡住了，没听到我刚刚讲什么？卡住了，白痴，都是小屁孩跑出去玩呢，铁巨还在这边呆的出来。哎，他不懂得怎么追妹啊，你要帮他。啊，你真的是木头，哎，不对，你是铁头。铁头。小孩嘞？其实我这个任务完全没解过哎。什么任务啊？以前就是这个啊，从以前到现在嘛。他没有，我有看过自己拿。 不用理他，对，他会自己拿。那小孩呢？可遇不可求。对啊，快点！我今天就在这里耗到死给你，下班拿回来。哇！我原本要找熊猫的啦，白痴哦！我觉得你们去找熊猫比较实际。对啊，找熊猫可能比较快。对啊。对啦，等一下9点钟还没有就算了，真的。再等一天，我再等一天。他一柱擎天呢，我要把它打断了。坏掉了！好啦，大家晚上见啦，晚安喽，晚安喽。计算机还在这边。好啦，感谢今晚收看，晚上是8点4什么狼人杀，嘿，那7点一样会先开，那大家晚上见啦，拜拜。